我们这次大会是洛杉矶这个地区第一次中医药的国际会议。那我们这次国际会议的同时呢，也宣布美国中药学会的成立。之所以成立这个学会呢，是因为我们中药在过去的几十年，美国的中药很多负面报道，特别是一些毒性啊，还有违品啊，还有残效这些报道很多。那很多患者呢，他也不太了解如何安全使用中药。那我们成立这个学会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教育所有的消费者，包括health professionals， 如何正确的、有效的、安全的使用中药。